机强得可快啊，国内没对手啊。真的把 T1 叫来，现在把 T1 叫来，真有的打。T1 来都能打 ，BLG 国内无对手，再斩全华子 RNG， 真不怪涛博哥，各解说疯狂称赞，像王者打钻石 ，LPL 谁能拦截啊？这么有。哎呦、哦，直接上中野吗？兄弟，双烧真牛，三烧，三烧、啊、炸炸人也有火花，兄弟，三烧，你们三个好爆呀，火焰波比，我操！这盘 RNG 强势中野，强势中上野，下路就别死就行。呆子没发话了，我们上中野虐对面，下路别送。感觉现在标记都不需要阿兵发力，下半区就能赢了。阿卡丽，哎呦，左手吧，左手拼到你左中了，那时候中了。那有阿卡丽，必须要来个带控的应付了，真的，要不然太难玩了。安吉也得选兄弟，下路还有什么兄弟？滑板鞋。完了，恶匪下路要左，选亚飞就退，没空啊。零前排零控真有，太啊！刘文祥，你什么？这个还不如你，这个真不如。你也开始了是吧？他这个叫丁真啊。零前排阵容，我操！兄弟选出来笑了，不，这阵容一个空没有。阿卡丽都是进场，怎么办啊？民族看到阿卡丽也难受啊。厄斐琉斯也是啊。嘎嘎都输赢不了，厄斐琉斯嘎嘎都赢不了。你玩，林伟强的厄斐琉斯什么水平啊？不如嘎嘎。嗯，不看好，不看好。嘎嘎两什么冠军？两 GMSI 冠军，你妈亲手打斩掉 T1 拿的冠军。林伟强拿冠军赢过韩国队吗？但是 SS1 含金量高一点。三个 MSI 都顶不了 S 冠，好吧？三十个都顶不了。我只能这样说，说归说，闹归闹。哎，但是我说实话，就是两边队名遮住，左边三条线都能虐右边。这阵容感觉就是上手法了呀，这把 RNG 三线优势啊。左边如果要赢，就只能三条线必须对线都赢。虽然三路都有线，但你一旦让阿卡丽起来，你将会知道什么叫残忍。就这把你可以100%确定，这个阿卡丽进来打团就一定优了。上路这压好多啊，这兰博打的这张皮，这把熏野区亏的有点多啊。这中上优势是一定是有限的，下路可能还要等一下等级。怎么说？是不是和主播说的完全一样？就主播不会因为左边是 RNG 就乱勾吧，乱说。就你三条线都推，火男就。无限入侵来了，果然最猛的时刻，没见过这么猛的。有啊，瑞尔，啊、对，瑞尔两个，火男好像最快的，听他们说，对，就最快的，最快的，瑞尔好像第二，他的被动也会爽，一定是瑞尔最快，瑞尔只要九秒钟，就是你，好像是瑞尔最快，五级的瑞尔只要九秒钟，火男要十几秒，我看了那个的，你看，就前面东西全控，三条线全推，前面东西全控，然后打到中期打成什么样，就再另说。这把下路找不出事的话，我用安吉都打了这把。那下路已经被压得很惨了，他这个上中野打出效果了。哎，这边在硬打了，硬打，机会有机会，没状态的塔姆，怎么说？要抢吗？僵尸，喂，看 Q， 我 Q 闪，我没见过这种操作，都是啊，头是谁的？完全崩了前面。哎呦，没想到因为强，就火男拿，就火男拿，真别给亚飞，就火男拿。亚飞现在拿头没用，火男现在拿头全图跑，这前期很难打，上路也被压爆了。我操，要披萨了！又杀人又吃龙的，这么干瞎子好像有点崩啊，28刀。感觉这把结束了呀，右边这阵容，这把确实有点难了。这 BP 选出来流出的太低了，看 RG 能不能稳得住吧。BP 上这把蓝天兵确实。感觉尽力了，这把输了真开不了莱特米啊，得左手站出来，这把得把小猫弄了。好像下路的对线有点太弱了，孙哥，厄斐琉斯加丁真是能被塞纳塔姆加补刀的吗？下路的对线长这样正常吗？不是这把，这不是嘎黑吧？你送就行了，送就行了，真的50去了，好吧，50去了。你们有点恨了。我没恨呀，我说不送就算可以了呀，被压到很正常，年纪大。嗯，好像打不过中路已经，下路还得打不过了。中路压力大应该的，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小炮他这装备的话，这把他会发育不良，这个小炮发育巨不良。中下我倒不掉兵很多，这个没办法。哎，左边这怪怪的，有小布，点火兰博是这样子的。我操 ，RNG 最后的牌面 ，RNG 起势，布雷泽，好强的兰博。只要不是污点就没问题。LPL 第一兰博，警告！好讲士气啊，这波
巨长士气，兄弟。原来他打真不错，最近。看看怎么杀的。W 出来清兵了，直接被做掉了。W 直接交了，什么都交了。这不是不是陈泽斌自己有问题啊，兄弟？他自己走火里头了，他往下面走他会死吗？这韩立玩的真他妈凶啊，兄弟。阿海利打小炮十一分钟补了120刀，这把再把这再把三个管从一控，差不多了呀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一下，别走掉 ，A， 要找 A, 要找口 A, 口回去，怎么说这能救？交闪红刀还能回血，不急。哎，天明，哎，打了？我操，勋！我操，明，好大，不大死了。我只能说这波都是高手，龙也没了，林伟翔这波大节奏了呀。对啊，你人没死，但是其实节奏很差。他把 BR 的斗过去了，上路所有人技能交光了，龙也没了。压力怎么能这么大？不是优势还行的吗？火蓝。对啊，只要被对面玩弄，这压力这么大吗？怎么感觉越打越难打呢？右边现在猛啊，不看起来像一波崩盘的样子。现在我越右边猛啊。这小炮后面有啥用啊？109刀，兄弟。林伟翔多少分啊？我怎么感觉你要可以真的上王者单打钻石？林伟翔不输一直被对面满，这多久了？对不对？我看那个 ELK 好王者现在韩服，有点太坑了。不是他这个组合，我要说大师零点，我看了的大师零点，那跟钻一没区别，他大师零点，我跟说的更恐怖的，钻一是名。哦，那更变态。懂他们下路多弱了吧？辅助这方面上不了分，有问题。辅助这方面强，最强是不？是最强是上分版本的，我就感觉有手就能上分。所以他们下路我说了呀，跟你们两个去打没区别啊，你们去玩炸弹挖墓都能稳住。我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比他这么多刀呀，好一点。这边恶匪一个大直接大歪了，这边直接大招先去弹，这边应该交闪了。哎哎，勾引成功，林伟翔怎么输的？眼看草丛被艾特秒了，但是还好艾特也死掉了。我啥？今天放，我操，左边的今天放的好随意啊，感觉。有点感觉巨随意。我林伟翔这大招得夸张，我说实话，绝对是闭着眼睛放的，有什么按什么。恶匪刘思佳英雄本来就容易空打，职业选手也一样。换掉了，林伟翔真的骚屁。林伟翔这波走慢点要死完，我感觉。他先来个空大，来个空大，队友卡住了，然后走到第一个又。他先丢空大，然后无脑上去探草丛，直接被秒，无敌了呀 ！ELK 把把打不住，这选民赛呢我最懂了，无敌的。这怎么办？不等速感觉有点像。现在 BLG 就有中下两条路在撑着，两条路线全是很稳的。疾跑一开，起杀心了，阿卡丽也交 TP。布雷泽已经死了呀，没闪的。我被逮，阿卡丽过来，没有闪的兰博被E挂住倒下。这波纯一v一，其实也打不过奎。哎呀 ，RNG 好像要被运营麻了。主要是阵容问题来了呀，开不起来团，边带阿卡丽无敌。那这样的话，六个管中白碰了。对，没摸到塔，碰不到塔，塔都碰不到，感觉没空。不是，那问题出在哪去？我奈特米也尽力了。队员也尽力了，那管理层到底尽力没有？那管理层尽力了，那还有谁没尽力？内推，他把下路强一点，咱 BLG 要被疏通啊！两把下路兑换都是 BLG 可能要被疏通啊！这版本 AD 我感觉排位很好玩啊，怎么看比赛是一丁点都不想玩啊？而且对于 BLG 来说，好像小炮的装备特别特别的烂，烂到你看不懂，烂到爆这个小炮的装备了。这边知道没有闪，一个阿闪踢过来，后续有上有东西吗？这边一个 W 定住，原地开金身，这边压起身压到一个 E 杀掉之后，应该回去直接 A 大龙了。大龙的话，没有打野的情况下，冰地精应该是可以 run 掉的。没打野的，不要去直接 run 龙就完事了。而且还有个很恐怖的事情，阿卡丽还有大，这波过去就 G 米丢没大的，阿凯抢起来了。这波过来就是送，啊，我直接实话说了。这波过来就是送，火男不在，过来就是送。这波，着了，着涛，着涛，阿卡丽挂到了，要上吗？果然在赶，飞过去了，队友开始阿卡丽，看一下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要打的渣。你会想有一个弹跳果实，没人帮打了，你会想被秒，赖在这里被闪现吃进去了，没死，爆了。但是现在冰也很勇，冰一个 Q 三，啊，桃园控制抵消开溜，还有一个 W。V 刚出来就被控到了，又死了。塞纳起飞了呀！塞纳现在选民触发，一个一个全部点名。阿斌也想表演，表演不了一点。阿斌负责做效果。寻凯
代练模式了，我游龙了，我到组队打成两把人机，我操！其实这把也算人机，我说实话。打团被虐的昏厥，这下路玩不了啊，打团。不是阿卡丽在游泳，在人群里面飞来飞去。跟你说了，来就是送。不是阿卡丽这么强吗，兄弟？是这波来就送。他们这个阵容不支持他们打吧，对方。哎呦，看正面，看正面，兄弟，看正面。哇，恐怖飞镖人。怎么杀到高地去了？炸死一个！哇操，放电了！飞镖人，我操！丁大军走着路人没了。这把人这下路对线主要太难受了呀！这个塞纳塔姆中期中路线一战有点难玩，开不了团。那下路现在我觉得还要练，小面是刚复出嘛，对吧？实力还跟不上，要练这两个人。我感觉得带一个年轻人。下路得出一个年轻人，真得出一个年轻人。塞纳塔姆真的很强，但是我感觉 LPL 很多队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BDG 强的可怕呀，国内没对手啊！今年 LPL 能拦截他们的有谁啊？这边冲出来打一波，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在家里等死。在家里，他这阵容其实在家里等死，等对面送一波还是有机会的。但是在外面被逮住的话，就真的没什么机会了。奈特一刀应该能直接秒一个脆皮，奈特赶紧抢了，扫到了，收到了，一刀明明直接被融化，哎呦，是小脆脆，血腥，小脆脆啊！这波团战的话，熏的一脚直接踹爆了 RNG， 迷你机能运营，能帮，能打架，能拉扯，能撕一分蛋，能全都能。哎，你一半撑了30斤呢。玩心态的，出来就是死。对呀、啊，这种阵容就直接收针就完了。然后打完之后下去跟那个白云来一句 fuck 白云，确实中下路影响力差的有点大。上标记了 ，RNG 绝对是被标记了的。下次 RNG 下路就是太有问题了。打阵也说了，中伤中也能打，下路差距太大。可能说 BDG 太强了，打谁都在绿。只能说太强了，打谁都在绿。真的把 T1 叫来，现在把 T1 叫来，真有的打。按现在这状态，感觉真能给 T1 碰一碰，但没用，时间才是检验实力的唯一标准，世界赛见真章。而 RNG 这边下路表现堪忧，一个冠军 AD， 一个 MSI 冠军辅助，荣誉满满，表现却辣眼睛，难道真是岁月不饶人，加起来52岁的下路打不动了吗？这换谁当教练都得麻啊。最后各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三连支持一波呀。